狼系乜嘢？每次少去增加闪身后，下次攻击造成嘅伤害，即系冇俾你打中啦。试下先啦，怪头怪鹰我嚟啦！红色，哇，呢个有点。死幾廿次啫！呢個冇得再加落去喎，要15喎，呢冇得加啦，真係。喺到呢度，加邊個？英棍第一式可造成更多伤害，我得啦，点啦？好，再出发。我流冇得被打鬼晒嘅。料事如神，还这样？只狗嚟，狗定狐狸啊？我大头怪鹰喺度吓行紧。做定先，背向佢啊！要背向佢啊！要好难打，死几廿次啊！真系分钟。好，冲过去，借回老尾。好，定，开始，哇！呢排 D 下一条走啦，哇！呢下好慢，好慢。血先，哇！点我讲嘅？哇！我走，停啊！乜嘢戆死啦！哇好大哇起身啦哇死得唉点搞呢加咩好呢你识俾佢呕一嘢扣好多血点再装咗先，执住啲嘢先，执咩嘢啊？执体力。黄千般白，军法叫咩？些微增加消耗一段分，哇！呢个好喎，就咁啦，打落去又再嚟多。
哇！要劲喎，变呢个。哇！斩面喎。哇！劲喎。哇！呢下劲喎。瞓低就嚼啦！哦，死死！我走，唉，咦，避唔到呢啲啊，真系，再嚟过，哇，真系打到我死咁滞。王嗰个劲喎，变身变身王啊，打佢啊！哇，哇！好抽噶，嗰个死得，唉，未死啊！唉，好彩，仲有一个。即系可以多一样技能打佢咯。咩呀？咁阻滞？咩事？喂，我顶佢喎！我仲打你死！哎，仆街！哎，唔好死住啊，大佬！变翻狼先咯！哎。
左勾。第二次仲醒，唉，搞掂啊！大雄鬼鹰，哇，好彩有变身咋，多条生命咁。哎呀，喂，杯比二比啊！搞掂，未经点化的无法吸收。翻边度嘅嘢，好似有只嘢打嘅嗰时咧，终于搞掂咗大头鬼鹰。要咩噶？我要挡啫，我不用嘅话，气力反而要加。住去边度？去翻熟病阴阴禅院，阴阴禅院我打打咩大佬又？因为冇地图嘅衰，屌！要打咗只龙啦，哎，要我上香。装备啊！点解冇红棉路嘅？好似見到人揸住個紅葫蘆，咁都唔係紅葫蘆嚟嘅。好，一頭鬼死你！有山窿，哎，打中，咦，有个人喺隔篱喎，咩料啊？加地嘛，
加几多？加一啫喎，点？有冇嘢攞咧？阿水有冇嘢攞？咁隔篱嘅条友咧，同你倾偈啊？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听我一言，这黑熊外强中干，靠不住的，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这马来的，好啊，打去得唔得？打去，好啊，这冇用啊。倾完偈，倾完偈呢度冇路走，冇路走噶，走得噶，出翻去噶。黑风大王，边位啊？啊！顶你个肺！真系有声，有冇？食咧！龙胆种子，打得过龙胆种子先，打唔到啊！跳唔到上去喎。喺呢度行咗过去，有啲咩咧？喺契弟度。瞓啦！咦，攞得过呢个可以？喺棺材嚟噶。攞啲咩咧？锦衫。好啊，呢部嘢。走得，你仲有一隻契弟嘛？咩料啫？还真有不识祈祷的笨蛋！搞定狐狸啊你系？呢度有嘢喎。翻去嗰度，攞唔攞到？攞唔到，自己去照住做乜鬼嘢去？画青蛙，有指引。哇！呢只咩嚟噶？大只啲好似。又大，顶咗出去。吓啲啊！烧鸡食，只乌鸦嚟嗰只。吓嘢，现身食。咦，呢又有嘅，咁快又有一个地主啊！调色先，调色啊，加血啦！跟住睇下有咩修行先，有冇嘢？有冇？我有一点喎，睇下先加边个啊？加呢、這个气力啊，加有冇嘢执啊？附近有冇陪伴你做啊？走上上面啦，点咗火就走上去啦，真系。不过就可能就有其他路要行嘅，肯定要。喂，咦，迟啲行嘅个位，交代剧情喎。孭住咁大个葫芦喎，阿伯，呢个仙人啊，炼丹师应该睇下本，教你炼丹啊，系。灵运不散，浮于空中。唉，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我这葫芦又认主。哎呀，哎，我有一法，可超度孤魂，归权返真，与你必有帮助。即之前攞唔到嗰啲蓝色嗰啲魂魄咧，可能攞咗呢个葫芦就可以攞到啦。咁即系翻翻转头攞啦。
你哪只管他？嗯，这才像样，不能装天，却可渡人。荡去痴念，早入轮回。前面，讲完啦。天高人指点，天命人参我。 参咗吸全法术，葫芦别具神仙妙用啊，能吸收万物覆亡后嘅残留灵魂啊，同埋大妖身陨后，即系死鬼咗啦，遗下嘅精魂啊，哦，即系有用啊，呢个俾个法宝啊，俾法宝啊，再同佢倾下偈，打招呼。自成天命，自是无法回头。 你我无非都是这盲目，好冷凝啦吧？点你都快，又背住我讲嘢。哇！呢只咩嚟噶？蜥蜴嚟噶，捉我街！停咗先。咦？屌！呢度冇啦，做乜鬼嘅？哇！真系跌咗落去喎。 哇！侏罗纪公园啊！哇！呢边，我读下仆街，我读啊！几年下街，小恐龙啊！ 加血先，咦？而家都唔知行边，冇地图睇真系好出事。哇！喺后上边啊，射箭啊，射我啊！哇！喺搭咩地方嚟？ 哇！有只大佬打我分钟啊！哇！有只青蛙，哇！青蛙，哇！青蛙兵团顶呢个肺，哇死啊！顶！青蛙兵团，哇哇！哇！大佬嚟嘅呢只，呢个肺。 哇！麻雕烦我呢只，哇！咩招式啊呢只？哇！啲后脚，田鸡脚，what the？ 哇！死得啦，一定埋单啦，对住佢。哇！死啦，唉，真系埋单。哇！呢只青蛙仲难打过之前嗰啲。 呢只 game 系无限死嘅，死几廿次，每个大佬都要死一次以上嘅嘛要。五闯禁地啊，大佬！你青蛙喺边度噶？本身系呢度，呢度我未去嘅，有嘢攞喎。 咦，嗰啲冇路，冇路就我整咗啦。哇，头都晕啦，转头，啲下边系嘛？啲冇路，头先就上嚟，先落翻去先。下边可能其实有其他路翻咗。咦，呢边有条路喎，哎，就留啦，攞嘢啊！哇，好想搵翻转头搵啫，攞漏嘢。 下面仲有冇第啲路啊？下面有水路。
攞唔到啊！而家仲系，我仲系青蛙，死个人攞到添，又中咗毒啊！ 哇！啲青蛙真係好煩喎，中毒啊，真係點個鬼？呢個咪嚟過啊？以前係啊嚟過啦，呢度即係冇用啊，上翻去啦又冇料到喎，後面。 除瘴氣點除瘴氣啊？真哦，咁啊除咗啦，唉，我啲真係瘴氣啫。啊，應該調適啦，包包喺上邊，喺度調適咪唔使加翻啲嘢咯。點解頭先應該十位咩嚟㗎？ 即係佢死咗嗰啲嘢，係咪炼丹啊？哦，仲爭啊，爭幾粒啊？状态。 每级火击力哇都唔够猪噶啦，劈棍，买呢个啦，收狠呢个先啦，好，跟住去边度？上山。 我定佢先得啊，都系。喂，间屋喺度，头先俾佢打咗落去，跌鬼咗落去，打大佬嘅下边。喂，唔好跌啊，喂，大佬。 两只化骨龙嚟嘅，正宗化骨龙喎，有冇？正宗化骨龙，跟住啲火源行，即系打一只青蛙啦，屌，唔使讲。 咦，攞咗嘢喎，咩玲珑内丹啊，食得。哦，吸咗啲魂魄啊，呢个可以增加灵魂啊。 灵魂有用噶，灵魂都系当钱使嘅，真系打唔到噶。哇！啲法官打唔到喎，坐低嗰阵时。 啲麻煩啊！呢啲，哇，有一隻。
化骨龙又有一只喺度，诶，快起身！哇，咁多！啲化骨龙打啫，啲化骨龙冇翻山噶，大佬，好似似翻山喎。 又上翻去，去边度去啊？系头先嗰度嚟噶，我成日行错路嘅，分钟我会。喂，呢头先我落嚟嗰度嚟噶嘛？哎呀，我屌我，即系地图咧冇地图真系好烦，跟火源行嘅正常就，但系跟住侧边有啲嘢漏咗啫。哇，唔好理佢啦。 哎，又有故事交代。我打呢个大佬啊！大佬嚟嗰啲啫，即系就算打死咗呢只青蛙都难搞啊！嗰只死田鸡，咁鬼丑样嘅。哇，咩料啊呢个？哇，顶佢！顶！ 仆街死得啊！哇，仲难得啊青蛙！哇，依只点打啫？个肺难搞喎，呢有一变喎 ，L 咩啊？ 冇嘢啊，冇嘢整噶啦，冇啦，整晒啦。呢个系咩嚟噶？R2 R2L2变身啊，R2L2。哇，系喎，正喎，喂，正喎。 山，第时同你哋，即系要落水就打打咩啦？啊！哎，有一点。 直接上去打大佬啦，唔使烦啦，侧边有冇嘢攞啊？有嘢攞呢度，哎，唉唔打，走，哇好烦啊嘢！ 喺化骨龙嗰度冇嘢打喎！哇！呢条溪仔，又去定鸠佢先。 Yes.
哇！你老母！ ，咁啊，點解大頭怪已經出嚟啦嘛？插完電又到呢個插電啦，等陣先啊！ 高明啊！ 好，繼續，即係唔好撳嗰個大頭怪，已經冇乜意思啦。 呢啲仲难打，仲难避佢啲招，用一毒贴顶你个肺，仲一毒系啲咩？避空药，打下攞下灵魂先，呢啲靓都要打下攞下灵魂。 打都唔得啊！哇，你老闆！ 有中毒，屌你个肺！哎呀，我草够菌先，等一阵先，我定身术要草够先打得，打啲骨头咯，打啲骨头先，嘥时间先。 你要麻烦呢啲实体嘅恐龙最麻烦，炎蛇，打炎蛇，打骨龙。
摆明系送噶啦，呢啲几好打呢啲，只只都系呢啲啊，好打啊！又交代剧情唔系啊？咪打一半血先搞掂佢啊！哇！顶你个肺！哇！唔好死啊！卖药先。我嚟搞定。哇！你老味啊！你可以杀埋只青蛙得翻咗，够够谂啊！黑云拍，终于咁，使唔使翻翻之前嗰啲？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正是他俩。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谁晓得不但没死，烧中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冇晒药啦，包中系有用噶，好似开启唔知咩隐藏嘢，跟住成个小八八啊，懒型嘅八八啦，好嘅，讲嘢方法。钟响之后，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算了算了，你想那么多做甚？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干脆一鼓作气把他们收拾干净吧。走，这个来了啊，走回这边，哦，这里是啊，指引啊，现在先出指引出来。啊，你先，哎，有一点啊，点香可以。哇，落埋打埋个青蛙好易。买啲咩瘴气药先啊？啲咩嚟噶？清爽消散。系啊，呢、這个毒伤最麻烦呢、這个。买五个啊！买青蛙就一定要用两点，两点是什么？再一级增加劈出恐惧时获得的伤害满面，这里不行的，好他未的，他按了这个才行的。就咁，青蛙翻翻去打咧，谂紧，翻去打只青蛙好喎。啲阴城院我去行，再行多次先。喺翻观音寺院再行多次，打睇下佢青蛙咩料先。R 二 L 二，系咯，啊变一下咋？
呢个行青蛙放。哦，呢个未点嘅，屌！呢点咗啦，屌！哦，苍林去咗古人线，跟住蛇颈啦。蛇颈就系、是、又系咩啦？蛇颈即系青蛙跌落去下面打青蛙度嘅，应该。哎，要打青蛙喎，记得跌咗落去。水嗰度嗰啲人，呢个跌落打青蛙嘛，真系。咪住，咪住喎，青蛙咪住，就系呢边嘅屌。哇死你！哇你老板啊！青蛙喺边度啊？青蛙！哇喺度啊！喺条河度。喺度啊！应该要行过去嘅都系。喺度啊！屌你个肺！哎，坐下定身熟先。一爆又中毒啊！最惨啊！呢、这个最恐龙啊，变身呢、这个。后几捻多血，喂，唔得，冇死啊，冇死啊！喂，仆街！喂，唔好嚟啊！咁又定身就打王你先啦。怀你得，怀你得啊！啊，搞掂，死田鸡啊！吸魂，哇！全靠嗰啲嗰个变身啊，变火焰嗰个先劲，吸咗又有一只变青蛙可以。跟住咩环境度？哇，有乜气先？呢个咩地方？又有嘢攞啊！呢个边度嚟？诶，跌落去啊！有嘢啦！我路行嗰度，系要跌落去嘅啫。咦？有？哎，要唔要打先？即系攞，即系怪物嚟嘅呢个，好似唔系喎。
即系翻翻嚟之前，即系翻嚟嗰度。哇！又中毒。上翻去先，上翻去喺呢度啊！哇，到此为止啦，打住咁多先啊！调色，跟住就关机，下次再搞啦。